真的鸡皮疙瘩起来了，我天哪，一身鸡皮疙瘩，太美了，哇哇，我想给它跪了，太美了，我的天呀，这什么风景，这是，这是我眼睛配看的吗？太假了，这个比昨天还假。尤其那边层次很多，雪山，然后森林，然后草原，哪怕拍它万哇也是值得。太美了！哇，真的给我看激动了，真的。喂！有哎，喊大声点有。就我们可能经过了很多的时候，工作也好，生活也好，我们是一个完整的拼图，但是就是恰巧经过的那个风景就是最后一片拼图拼完整的那个时刻，所以人的内心就会觉得很治愈和很满足。太美了，真的。哭了，真的被美哭了，我天，太美了。什么叫美哭了？已经流泪了。不是我们配看到的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，真的太美了。我骑行还没多久，可能要放弃了，改自驾了。骑行到不了这儿。我要把这个定位保存到我的手机里，可以吗？我就发一个位置，然后发到我们的群里，收藏。好。哎，看到这种景色的时候，反而有点悲伤，很悲伤。悲伤。悲伤是因为我们是旅人，不，你不属于这一定位。走吧，我妈，下一站风景更美。